上海画绣呢，它主要是重视画理，融合一些肌理、色理，还有线理这三理合一，形成了它独特的表示方法。把这幅画复制到绸布上，复制完以后呢，我们就是要开始配色。配色完以后呢，进行正常的制作，就是以真代笔。 在选择题材的时候，兴趣比较广泛，会选择肖像类的，还有工笔画的，还有油画的，还有简笔的，等等一系列，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画派。